跨越又一座的山峰，经过又一个路口，踩紧脚步，继续往更远的地方探索。偶尔会觉得困惑，但从来不寂寞，因为我知道龙中一心。Yes, we are the dragon. 龙中思文，一心龙魂，欢迎来到《龙华共龙我讲》第九十一集。大家好，我是思文。 二零二三年新的赞助方案已经在折折上线啦，那大家去搜寻大叔野球五四三就可以看到了。那我也会把连接贴在节目介绍里哦。希望大家有兴趣的、喜欢我们节目的，能多多支持。那我们有五十四元、一百五十四元、两百五十四元三种连续赞助方案，满六个月跟一年都有大叔们设计的商品哦。那一样啊，那我们每年都会提拨固定的比例来做公益哦，所以赞助我们呢，就是间接做棒球公益，每个人都是一份子哦。要、啊、记得哦。 每月懂内二五四，大叔也求有意思。月月赞助二五四，台湾棒球有五号事，那就期待大家多多给我们支持，还有宝贵的建议啦。那你的支持跟建议都会帮助我们大叔们继续五四站下去哦。好，龙来闲聊周末五连战哦，很快来到最后一周了。那六月十号的宠物主题日哦。 呃，这次我选在了那个 A 十五，因为我怕下雨哈、哦。但是实际做的感觉，其实视野上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的狭窄哈、哦。那还是看到至少三分之二的高飞球的这个轨迹哦。那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说有一点点呃小小的，我觉得稍微不太好，就是它比较热，比较不通风哦。那可能就是因为上面有那个三楼嘛，是吧？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整个空间比较不通风一点哦。那不过我觉得还是不错，因为挡下雨了，就是。 都是不会淋到雨的哦。那在这次比赛中呢，我觉得在这边看比赛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就是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我算是我今年第一次吧哈，就是我我去买了热狗堡，呃，就是狂龙厨房嘛。那我是跟小诗文哦，在外面的用餐区一起吃哦，然后一起看球。第一次吧，真正使用了这个用餐区的那个心得，就是那个他做的很像那像露营啊，就是有些那个木头的站板的箱子的做的那一区嘛。那他正前方也是有一个电视，然后我觉得。 这个电视比较酷啊、哦，因为它比较及时，它的赛况是很及时的，它很准，就是只要是电视里面的画面 play 出来了，然后场内才会有声音传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当这个相当好诶，这个怎么做到的？我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看那个网络都会延迟好久好久呵呵，好几秒或好几个球哦？好。 那我觉得这一次用用餐区，我觉得心得相当不错哈、哦，也鼓励大家可以带小朋友啊，或是大人们啊，都可以在那边稍作休息、吃东西，边看比赛，再进去球场啦。好，那这次我因为像我刚前面讲嘛，因为怕下雨，所以坐在 A 十五哈。那果然呢、啊，在比赛中也是以时有雨势哦。那最后第八局暂停的时候。 也确实让我没那么累哈，因为就是免于让小孩子淋雨啦。而且呢，因为小斯文上午打球啊，下午我没怎么在睡觉，跟我看球了。那他也有一个地方好好跟我睡一觉哈。所以我觉得我当时选这个 A 十五的有雨遮的灯区哦，啊，这个真正确决定了。<laughs> 好，那这个礼拜哈，那因为六月十七是没有比赛的，那我的周末连战只能停在这啦。 但是连续在小四文进场的感觉嘞，我觉得很开心的哦、喔。那虽然战绩也没有比较好，只有赢了一场哦、喔，总共是一胜三败一和哦、喔。但是我还是记得，就是我们唯一赢的那一场哦、喔，就是五二九对邦邦那一场哦、喔，就是前一场跟下一场都被打爆，然后唯独第二场赢了一比零哦、喔。那因为我们回去之后，我们觉得啊，今天运气真好哦、喔，所以赢球真开心。那就回家前呢，去彩券行买了两张两百块的刮刮乐哦、喔。结果呢，我这张啊，我抽的哦、喔。 中了五百块，那小说那张哦，他是选那个大三元嘛的，就是、那个有那个红中发财白板的那个，哇，他每一区都中了一张发达了，最后中两千块哦，所以我们两个啊，哇，真是笑得合不拢嘴的回家哈，就是说那一天哦，真是开心的一天，又赢球又中奖哦，真的很不错哦。其实我觉得常常看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想跟体验，然后感受哈，那也会有些意外惊喜哦。 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六月二十四号那周端午节年假了哦、喔。其实不管那时候季冠军谁输啦，如果我没有回花莲的话，其实没事的话，我想我就会带小石文去球场吧。哦、喔，也许又会有什么惊喜发生喽。好，接下来龙龙走宝。龍龍 <music> 恐龙周报，六月六号到六月十一号，两胜一败两和啊，严格算起来，土头的光荣时刻进入算是第二个完整的一周哦。只有刚龙一扬头先发的状况之下，又是硬扛了一个胜率过半的一周斩非常好。那打完这一周哦，那也因为乐天的持续不正哦，那以些微的差距暂居第二名，距第一名统一有二点五场胜差，那距后面的爪爪有一场胜差喽。 好，那本周天母五连战第一场六月六号，我们对乐天哈。那这场比赛呢，算吴俊杰呢，这是在第一局就遭遇到乱流哈，先失两分哦。不过我们在随后半局呢，就打回一分，但是然后呢，诶、欸、就没有然后了，因为两队在接下来的八局里面哦，都没有得分哦，所以这个比数就这么这么的戏剧化啊，就是定在了第一局哦。那严格上我们只说给了前四个打者嘛，哦，因为朱一旋第四棒打两分大点回来。 我们就输这两分哦。虽然吴俊杰五局四两分的好投很可惜，但是我们一比二输第一场比赛。再来第二场，六月七号一样在天母对乐天啊。这场比赛呢，我们在前五局哦打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大局哦，尤其在第一局就猛攻四分哦。第一局、第二局、第四局，其实优势就是在我们天哥哦，就是中断了。 我也不知道多少二十几啊，忘了啦，不管了啊、哦。在中断了很多打席没有安打之后，然后这一天哦，前三打席猛打，并且开轰的带领之下，前五局取得七比零领先。 那直到第八局上半，在赵景荣比较不稳定的状况之下，丢了三个保送。那接下来李超被廖建福轰了一番满贯炮哦，哎呦一下丢四分，顿时让比赛有点紧张哦。不过呢，幸好我们还是有最稳定、我们现在最有信心的 closer 林凯威哦，把我们守下来了。所以这场比赛呢，以七比四扳回一城了。在第三场，六月八号对兄弟啊，这场比赛呢，刚龙挂帅先发，而且我们的打线呢，马上就在第一局就有澳元喽。 首先，几脚滚冠哦，在第一局就轰出全力打，本季第五轰。那接下来在第三局跟第四局都有攻势，然后在比赛前段形成三比零领先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在第六局开始呢，抓爪开始反攻啦。抓爪趁着第六局刚龙有点不稳的状况之下得两分之后，又在第八局陈子豪追平安打，把比数硬是追平，这场比赛就是在。 十点钟的天母条款之下哦，第四局给它结束了，所以这场比赛蛮可惜的，哦，最后被抓抓就是三比三和局收场喽。再来第四场，六月十号礼拜六就是进场的这场喽，对邦邦喽。这场比赛呢，十米先发，但是前五局表现非常精彩哦，虽然说。 时常有一些状况，而且在前五局丢了四个保送哦，几乎局局都有攻势，而且也被攻占了二垒或三垒哦。但是呢，我们都是能把它守下来，所以在前五局之后还是保持个零比零哦。但是打线呢比较比较惨啊，真的蛮惨的。哦，安德森哦，哇，真的可能又是我不知道，好像常听到就又是来台最佳表现。 呃，五点二局的完全比赛哦，直到第六局下半才在石祥宇撕破天净，真的打了一只安打哦，才破了这个场面哦。呃，不过呢，攻势非常非常有限，最有可能就是在第八局下半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共占了一个满垒。那但是呢，就在邦邦换上曾俊乐之后呢，啊，可惜啊，大家讨论度很高的这个打击哦，蒋少雄那个打击。 嗯，没有打好，从零好三坏开始，然后再吞了三个好球，尤其第三个好球，我是觉得，对我们镜头上看起来应该是坏球没有错，但是他在那个角度看起来，我想就在差不多胸前的这个角度，一个直球过来，其实我认为对打者来说不是这么好分辨哦，所以他还是没有忍住，把那棒子挥一半出去。 被三振了啊、喔，所以那局呢，我们就没有得到分数，还是零比零哦。那于是呢，在这一天呢、喔，偶尔有下雨的状况之下，在第八局结束的时候，开始啪，开始把雨给下大了哦、喔。哇，瑞恩早不来晚不来，这个时候来。 哇，零比零，双方结果大概停了一个小时吧，哈，两次的评估之后，在一小时之后呢，两队总教练出来就握手敬礼啦，那就是一个零比零的一个和局咯，我其实我想了、啊，这个东西也是结果论啦、啊，如果说第八局下班我们得了那一分，我不觉得邦邦会这么容易就说 OK 了。而且在结束的那时候，雨就变小了，我觉得。 以天母的场地这样来看的话，当时那个雨停止的那个幅度蛮大的，一下就变很小、喔，就是可以打的状态、喔。我觉得啦哦、喔，但是没关系，就零比零啦，双方打出哇，这个今年、啊、很少诶、欸。我一下看一比零，然后又看过零比零哦，这种比数真的是蛮少见的哈、喔。好，再来六月十一号最后一场啦，这场比赛呢，真是个大混战，只能说，但其实也由于是因为。 呃，赛前其实周末都在常常下雨，所以说大家都是顶着那个雨天哦来打球、哦。那不过呢，在这一场呢，我们在第一局呢，就如同本周第二场一样，一下半就给布雷克一个重击哦。在南莫跟天哥连续两次三连安打之下，然后在大地曾朝容一支两分打点安打，那第一局就猛夺四分。但是呢，同意啊、哦。 真的是也不是盖的啦，统一真的是很厉害哦、喔。在第四局上半，当时以零比五落后的时候，这一局猛吞六分哦、喔，我妈呀！我就看他那个巴 s c o 哇塞，就是二安二安二安，连续三次二安打的话，真的是稀里哗啦的哦、喔，一下六比五就逆转了。但是呢，马上在下半局靠状元南安打追平比数，而且再度取得一分领先。 哇、哦，这场比赛打到这边七比六为止，其实大家都在大雨中混战了、哦，恶战了哦。其实大家手背跟打击都是有一些比较突发的状况哦。那在第五局呢，算是这个比赛的分水岭了。第五局下半呢，再看好出生球，还有室外球，还有其实要广冠的安打，再来还有大地单场第二支两分打点依然打哦。这局又吞了四分回来哦。所以打到这边为止呢，好像已经打三个小时这样比赛。 五局没打完哦，打了三个小时多、哦，真的是蛮久的。但是也在这一局，我们好像是迎来了今年的第一次开了鲁格。那这局四分得到之后，已经是十一比六。好，那也在这五局的攻势之下奠定了胜机。中场呢，哇，我觉得统一还追得很紧哦。在后半段呢，一直得分，一直得分，最后还吞了三分回来。最后呢，就以十二比九。我觉得大家都蛮辛苦的，是赢了这场混战哦，这场恶战啊。 所以上周五场打击三维，来两成四期，三成三零跟三成七七哦，整体 OPS 在零点七零六，OPS Plus 一百零七啊，整周看起来是算回稳哦。那这个部分都是在排行联盟老三的位置哦。那在热点圈三围是四十三之十四。14, 超好的，三乘二六，我超棒的哦。OPS 零点八三七，OPS Plus 一百四十七，7, 非常好哦。那虽然没有在战绩上呈现一个碾压的一个态势哦，因为像德军打那么好，蛮可惜战绩没有赢三场或四场哦。但是打出一定的士气出来，我觉得在这礼拜还是在看比赛的时候蛮感受到这一部分了、哦。但是我去现场看那一场，怎么就零比零打不回来嘞，然后还被完全比赛到快六局。 我这真是真是很不甘心了、啊、哦。那邓铁圈打的最好就是天哥了、哦，六支三，三支都是常打哦，四分打点。那在状元七支二跟张友明好久不见了、哦，一上来一军就是二支二得的铁圈表现哦。那么最后大地真投荣也是好久不见，一回来也是在关键时刻，邓铁圈四支二四分打点哦。那看来他们两位呢的状况都在上升之中哦。那也是我们在今年常常比较有感的，就是二军球员上来一军的时候，不管投手或 打击都能把好的状况带上来做贡献啊！好，在球员表现呢，首先主炮机交广冠啊，十三之四再进账一红，单周四分打点，但是呢，单周七 K again，呵呵又是七 K 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哦，集七 K 换一红嘛哦哦、呃，我们这一拜再观察一下啊，那在那一手哦，这一拜那一手很狂哦哦，最酷的。 最炫的啊、哦，终于是我们的人气球星，不管打的怎么样，他都会有商品，然后主视觉也都会有他的那么一样哈、哦。这个真的很少很少在这一趴讲到他，我等了很久很久很久哦。这一半呢，十五之我连两周开轰哦，尤其是在第五场比赛哇，第七局第六局最佳那一轰其实蛮重要的哦。而且呢，在这场恶战之中，谁最恶呢？那么最恶吧哦，单场准完全打击。 希望这不是昙花一现哦，希望他会越来越好啦。好，在李凯威十九之五又选到五个保送哦。哇，最近打第一棒非常非常称职啊。好，外援手呢，这礼拜也是有菜色哦，其实不比内也差哦。首先呢，张佑明一上来一军就带着这个油桶哦，但是打者带油桶是件好事哦，因为棒子着火之外哦，攻击面也到处放火、哦。这周十三之六帮自己开了一个好彩头。 在这个 P.J. 跟高小宇都去二军的状况之下呢，希望他可以维持下去喽。在天哥，嗯，诶、欸、天白们这时候站出来了啊、哦，中断了很多打席没有安打的低潮之后，这一周十七之六，6, 五支长打、啊，五分打点啊，我天天天天天，我哥哥哥哥哥,哥，欢迎回来啊、哦！然后呢，整体攻击部分我再补充一下哦，上个礼拜呢，B.B.K. 哦，十八之四十五哦。 这两个数据分开看都是联盟最高，但是呢，B B K 的比率啊，零点四 B B 除以 K 联盟联庄最差，上一败最差的哦。因为呢，三阵真的太多，简单的算一下，这一败一场比赛就要吃了九 K 哦。我觉得算三阵算是出局的一种方式哦，但太多的时候就会让对方投手频频过关哦，解围啊，整体看起来怎么会 OK 呢哦？再加油了哦！ 好，接下来投手哦，整体防御率三点四哦，算是被修正了一下，但是还是排联盟第二哦。那 e i a Plus 一百零四，4, 被打绝率两成四四 o b s Plus 九十九，99, 皆是联盟平均线的表现，还算稳定哦。那讲到这部分呢，我必须要先给我们土头先发们哦，很大的鼓励跟肯定了哦。在从五夺还有蒙威尔开始不能上场之后，就算最近两周好了、哦，九场比赛土头先发七场，另外两场是刚龙嘛。 好，那我们讲一下大概的表现哦。这七场土头先发也灭胜败是两胜两败。好，这个我觉得没有关系，这个因素很多哈、哦。但是呢，防御率呢只有二点七三，五队最优哈、哦。然后总共也吃了三3三局，也是五队最多。 而且呢，在这个礼拜呢，土头先发这七场完全没有被打全垒打哦。其实那这个被长打伤害的这个状况算是非常的优哈。那十分十二十二分就是五队最少，这得分十分哦。然后呢，被打几率两成三八也是联盟最优，WIP 一点三也是联盟最优。所以我讲到这样子，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到，应该可以很有感的感受到。 我们在这两周土头先发尝试，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有赢球机会的，而且土头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称职哦。那没什么好说的哦。上集的标题呢，土头的光荣时刻就是现在啦。而且在这个礼拜还是要继续下去，好不好？那常常有人会说哈、哦。 这两周在刚龙领衔之下，一票土头都投出成绩了。这样子写哈，就是把刚龙写在前面。那也的确，刚龙是比较强，势比较稳啊。但如果呢是我，那我我来写的话，我会把它想写成，就是说，在一票土头挺身而出，然后刚龙强力作证之下，打出稳定的战绩而且并且没有提前退出战线啊。我真的是以我们土头先发为荣了。 而且还有哦，还有哦，在新羊头来之前，这个舞台跟机会都还是存在的哦。一周三场，我们还是看得到我们的优质土头。那我想就借这个机会啊，持续磨练一下哈、哦。在明年每周应该是固定五场的赛程之中，起码五场哦。我们需要土头的时候，叶总的口袋是有货的哦。 所以先发看来呢，刚龙六局两分 QS again 哦，那吴俊杰单周投一休四哦，那头两场包括一场五局两分好投，那知名呢五局没失分的好投，郭玉正七局没失分 QS 更猛哦，我还是想说在缺人的时候，这群先发们站出来哦，还把王威忠卡在中继哈。 并且后续我们可能还要再给李超，还有最新转正的林心杰机会哦。然后别忘记潮流起哦，我们还有人可以顶哦。而且并且我们都值得期待他们能越来越稳定。虽然呢，我们是期待羊头能赶快来啦，但是我们这群土头哦，真的是还顶得住哈、哦。我们真的还有戏可以唱哦。 再来 R P 部分哦、喔，这周因为有遇到几波乱流，那其实也就是两波啦，一波是廖建夫的满贯，另外一波就礼拜天统一的那一波，总共掉十分，所以数据上其实不是很好看的。但这两场其实，哎、欸。 都没有输哦，都是赢的最后，因为打局有打出来啊，反而都是赢球作收哦。那 e、ER、i a 的部分是四点七四，那整体三振四坏比是十比十，比较不这么理想哦。那被打局率两成六八 w g i p 一点五三，全部联盟的末段班啦、啊。那也由于土头先发，虽然是表现优异哦，但局数还是相对少了一点点哦。再加上第五场比赛，吴俊杰投一休是算是一个球速控管，投三局六十球就下去了啊、哦。那所以 RP 呢，整体在上一周还是吃了。 总共十九局，联盟第二多。那每周每周这样来看的话，我们都还是偏高了哈、喔。而且呢，上礼拜因为战况其实都蛮紧绷的，所以 A 牛们呢、喔、都吃了不少局数。首先呢，最多的局数也也这也是一个很少见的名字哦、喔，跟我们刚打起好的时候讲到纳莫一样哦、喔。这个礼拜真的蛮多，很惊奇的，很 amazing 哦、喔。 是龙王王维中啊、哦，上周复出怒吃市场后援哦，四点二局小失两分还算不错哈、哦。在陈冠伟也是四局，在吕永贞和林凯威都是三点一局哦。当然，因为王维忠这个 RP 底哦，他加入了之后，在这个对战选择跟这个本身压制力哦，因为他左投嘛，其实都在这一周有不错的空间跟表现哈、哦。而且叶总也说了哈，基本上目前不会让他回先发啊，所以我们就要继续观察，说来到龙队后哈。 他应该是第一次用 R P 的常态出赛，哦，那什么时候会回先发呢？会不会回先发，真的不知道，好，那我们就观察一下他的身体状况，还有他表现的稳定度吧。好，再来守备啦，有稳下来一点哦，上礼拜有四次失误，那虽然最近在乐天的这把大伞之下，哦，各队的守备状况都相对好，但期待呢，还是能再压低一下次数，我这个塔哦盖慢一点点哦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本周龙就离开。 海里人休息一周，这周我来啦。那听说他好像是对、欸、拔了智齿哦，虽然可能嘴巴肿起来。<laughs> 好啦，那多休息喽。好，本周龙球里还有我要选的投手是郭裕正。七局没失分。那虽然跟吴俊杰这个辛苦是很感动啊，相比，但我觉得郭裕正这场比较关键哦、喔，尤其是在已经先输了一场的状况之下，那本季第二度压制乐天打线，我觉得非常关键。那么打击部分呢？ 啊、嗯，真的是很难，所以还是两个都给好了。郭天信跟南摩一样哦，呃，这两位呢算是都走出低潮的人，并且都在这一周有了好的表现哦。那确实也在本周的两胜之中都有非常关键的表现，帮球队拿到胜利喽。所以以上呢就是这一拜。龙就厉害。 龙龙大件事，好、哦，哇，这一半前面讲太久了啊、哦，这一半我们我们大件事用快一点的方式来进行哦。首先呢、哦，五多受伤，呃，并且是真的下二军了哦。上一半讲到他受伤只是没出赛嘛，那但,但这一半真的下二军了哦。但是他的下二军呢，也就代表说呢，可能要杨将十五天吧，十五天才能看到他。而且呢，他的这个伤势目前状况是未明哦，所以呢。 呃，他的回归的时间呢，暂时还是没有时间表啦。那就在期待他能赶快复原喽。好，再来就是因为五多受伤，蒙威尔解约哈，加息上礼拜介绍羊头哦，哎、欸，不来啦。<laughs> 好，可能是觉得台湾太热嘛，是不是？不过从末联来的，末联本身也是一次到附近的国家，应该也是很热啊。啊，不过这是我自己讲的哈，但是可能是因为环境啊等等哦，就是让那位投手还是决定不来了。但随即呢？ 有好消息哦，传出锁定两位的独联的投手哦，而其中一位就是已经在程序中了，新闻上也有开始揭露了哦，因为在呃独联的那队好像蓝蟹队吧哦，他有官宣说这位投手已经要去台湾了，就是 Mitch l a m s o n 现在大家开在取的名字哦，<laughs> 很多哦，就是呃兰博森哦，还是。 啊，兰、呃、布森都有看到过，还有一个龙必胜，哎、欸，这是哎、欸，这个也太贴近了吧？这个 l a m s o n 龙必胜，该、呃、不会就这么这么的这么的巧吧？好，那目前知道他是一位左投手，然后但是不是速球派的，是一位偏软球派的软左哈、哦。那但是今年在独联的部分呢、哦，弹目前一直哦，他是我、哦、看了这个大家看到了，各项数据基本上都是。 领先的哦、喔，就是不管他渗透啦、防御率等等啊，呃，看了影片哈、喔，但是最快的球速、直球部分大概换算成公里，大概一百三十几，块，一百四，的确不是。 用快速球建场的、哦，那这样子的投手让我们想到去年的巴曼啊，好、哦，那或甚至有人说他是右投的武多，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也许他这个软投，其实现在像肯特啊，他也是软投，可是他现在也在台湾，现在投的还不错哈、哦。不过呢，羊头呢，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关键，就是能不能适应台湾的一些环境呢、啊？包括现在六月了，即将他来的时候，就可能就是六月底七月了，就是夏天要到的时候。 那象甚之肯特啦，他在进入夏天之后呢，他能不能拿出他应有的稳定的表现呢？那我觉得这位 Lamson 呢、喔，我认为也是值得去观察这个部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大家知道的不多，那我们就期待后续他们的程序赶快跑完。其实我觉得、喔，人真的有来再说、喔，在这之前，我认为都是假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期待了哦、喔。 好，接下来就是刚刚投手有讲到的，就是林心杰转正了啊、哦！他是在台湾未来之星棒球邀请赛好像第一场先发了四局之后呢，在那场比赛呢，我有偷看了一下哦，就是他的投球呢，算是都是有把球速投出来，而且在那场比赛，球评也说他的球控制的也是相当的不错哈。那于是呢，在这场比赛之后呢，在这一半就看到他转正的消息，并且背号是七十七号吧。 那这个非常非常恭喜林星杰了、哦。那林星杰能现在能转正的话，其实我想应该不会太久啊、哦，就会在六月份就会有上一军的机会哈、哦。但我认为呢，可能他刚上来呢，他如果真上来，我应该也是还暂时不用期待他能吃过多的局数啊、哦，因为我认为我们在先发在土头的控管之下哈、哦，呃培养之下，其实我们一开始都不会给土头比较大的这个 loading、哦、但不管三局四局啦，我觉得能看到他。 从旅外回来选秀落选，然后自培，接下来转正，能再回到一军战场，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惊喜哦、喔。那希望李新杰呢能投出他应有的水准啦，好不好？期待你喽。好，那在刚讲到二零二三台湾未来之星棒球邀请赛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打了四场了，那打到录音时间礼拜一为止是四胜零败哦、喔。 这其实蛮稳定的、哦，那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其实大概打线的部分其实有蛮多的亮点的哦。那我想说，等六场打完之后，那我们再盘整一下哈、哦，这次比赛打的还不错的球员喽。好，接下来最后 l o 雄 g l 这个、礼拜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三加一四场赛程，客场的四战，特别是他打完了二三四。 然后休两天，也就是说周末五六没有龙龙可以看啊，哭哭啊！这我那我要干嘛？那我要怎么办啊？<laughs> 没球看，好无聊，我真睡了啊、哦！六月十三号哈对统一，那六月十四号对乐天，六月十五号对乐天，然后六月十八号休两天嘛，再回台南对统一，所以这个还蛮妙赛程的，就是、台南、桃园、桃园、台南,台南哦。 那么新闻说这一周就是统一的最快点灯周啊，那这代表什么呢？第二名的龙龙呢，就是统一头号敌人了、啊。我猜啦，礼拜二哦，高几率哦，就是啊，肝又是罗网 啊，不过这一拜看新闻写的很多，就是讲天气因为可能会有很多场会受到瑞恩多多少少的影响，那真的蛮尴尬的哦。那球员们如果在雨中比赛呢，我只希望是要保持小心呐、啊，不要受伤，然后再好好拼一个赢球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一拜的华工龙哥讲就到这里啦，下礼拜见啦 s e e you。 我心中，生命中有一丛红，它的名字叫威权龙。不管九天九地都最红，龙魂火般皆是英雄。 生活生命中有一种痛，它的名字叫威权龙。不管战风逆经过顺风，龙魂永远伴随左右。不管战狂逆经过顺风，龙魂永远伴随左右。